我们知道，在您的这一生的教学生涯中，除了自己获奖之外，还培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。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些学员当中的几位代表请到了现场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，有请。哇，这是俊男靓女们，各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？大家好，我叫杨迪，原来是中国杂技团的一名演员。我主要练的项目就是抖空竹。大家好，我叫邢云伟，是中国杂技团的一名演员，主要练的就是倒立跟底座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杂技团的演员，我主要表演的是柔术。大家好，我叫王阳，是中国杂技团的一名演员，我主要的表演项目是顶瓦底座。你们几位跟着孙老师学习多长时间了？不一样吧，我跟着孙老师23年了，从95年就是孙老师。你有20岁吗？你就23年了。对啊，几岁练杂技的？95年，八九岁吧。啊，邢云伟呢？我跟着孙老师已经14年了。我跟着孙老师6年了。嗯，他小。我跟孙老师也是23年，23年了。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照片啊。哦，这个底座演员是我，这脸给遮上了，没看见。我们特别想在现场能看一看吗？这个可以啊，可以。我得请一下我的这个请一位搭档，好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哇。小姑娘啊，谢谢谢谢。王阳，我完全没想到你这身手太矫健了，关键你在底下转了那一圈，对吧？就是对，很有柔韧性啊，感觉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是从小练的。但是每天你要练多长时间呢？王阳，每天我们训练大概7个小时至8个小时左右。真是不容易。